新剧本《乱世烽烟》阵容推荐：一、五虎枪。五虎枪本来是 PK 赛季较弱的队伍，但新剧本国策匡扶汉室，巨幅提升赵云武力值的同时，张飞也可触发主将技，并且赵云前段时间刚获得大加强，暴击几率比甘宁都更胜一筹，所以及时减配。打骑兵依然是十拿九稳，配合剧本国策超400的武力值，吕布见了直呼内行。欺我太甚！新剧本《乱世烽烟》阵容推荐：二、新三仙。精准兵书导致左慈的规避体系形同虚设，好在新剧本国策与世无争的加持，华佗刮骨可几率净化全体，并且于集二至六回合水攻期间几率免疫灼烧，横甲三仙或可重回大众视野。因草船的急救与华佗略有冲突，而刮骨也可净化全体，单刮骨留三仙依然可行，且更容易共存草船队伍。接着奏乐，接着舞。